我搁咧想讲，伊哪有可能无甲咱联络？原来是互警察抓。廖凯宏真的是看我无好，派恁这三家鸟就想要来处理我。我干的对你有情义，你竟然对亲生后生这样粗残，你竟然对一刀，你卖恁三群啦！我想要入去看伊，你知影安尼造成你的困扰无？我阿爸先去处理，你出国定了，明仔再来看你。小雨，你哪会变个安尼？你看你的妈妈帮手。曹正清花了天光，真正损失像你这样。进前生活的经验，国家上山来要付好厂商的钱，真正是天文数字。要想办法，减轻损失。阿兰，还有新集团一关，恐惊还过未去。差几点就不得呀？做生意了，用到这角度，我还是调整一下，然后买少杂钱。好，哎呀。你的指导真正差足侪呢，拜登署长。果然是我的好牵手，我的好股东。但是慢条，我当署长也够。魏永兴集团一定能造成计划，但是发生一个意外啦。我是想讲，甲袂当请你那么大金融到上岗。小雨，以后你的一切都靠妈妈来修好，你要相信妈妈，还相信你自己。太好。